两份牛肉面，加辣不要香菜，还有。分手三个月后，我们还是和分手前一样默契。你会和前任做朋友吗？哎，这家餐厅终于约上了，下班去过去。嗯。 行，同安婷，你是同事要出差，我这会儿没时间，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。嗯，行。要是还在之前的位置，好，知道了。他最紧急的时刻想到的还是我。怎么才来？你不知道女孩子出门要多等一会儿呀？你和佳慧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，我这会儿忙着呢，一会儿让佳慧给你回电话。你没告诉你爸妈我们分手了呀？没有啊。 所以，他还是爱着我吧。我要宣布一件事儿，我和小小在一起已经3个月了。你俩什么情况？藏挺深啊！ 见前男友还要盛装打扮呀？哎，你可快迟到了啊！那你快帮我一下，他不喜欢人迟到。你呀，是没救了。真正爱过的人是不能当朋友的，所以你爱过我吗？谁要和你当朋友？我只是舍不得放手罢了。